那时候，比拉多对耶稣说：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：这话是你自己说的，或是别人论及我而对你说的？比拉多答说：莫非我是犹太人？你的民族和士祭长把你交给我，你做了什么？耶稣回答说：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。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世界，我的臣民早已反抗了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。但是，我的国不是这世界的。于是，比拉多对耶稣说：那么，你就是君王呢？耶稣回答说：你说的是，我是君王。我为此而生，我也为此而来到世界上，为给真理作证。凡属于真理的，必听从我的声音。